今年香港運動員在奧運上表現得相當精彩，亦令我們覺得很榮耀和開心，我們加油法國。 挥手啊，觉得好兴奋。佢哋表现比之前好好多，攞嘅奖牌比历届多好多。今日嚟支持香港运动员嘅，即系好似追星咁样咯，自己从来都未试过，所以跟住佢哋跑喺条街度，系啊，好开心，好兴奋嘅心情。 我自己就好中意打羽毛球嘅，所以就係中意鄭颖雪、吳家朗、鄭秀文佢哋咯。